只是运气不太好，比较正常。双排好吧，不用双排。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想打人就先随便打。给我整了个积木。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看看今天战绩吧。082031071。292296365。2813。20103912。给我出来积木。我说我在这点什么？저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兵得不补了，让你吸个不灭，回家了。不行，我不能回家。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시험해볼까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난언제나최고지你看这英雄选出来谁也打不过，又脆又没控。我不知道选的站着妈干嘛，你选个刘最起码你还不如选个蛮子，我感觉这玩意儿呢真的还能减减攻击力，给人减个速，然后还能整个五秒男子，真男人多好，还能扛五秒，最起码整个站着妈又鸡巴会又鸡巴送，又贼能送，又没控。他都没个屁有用都，我放个屁都比这扇子妈的英雄有用，我感觉。그게전부냐你看。确实你是一没控，二没伤害，你辅助肯定没啥伤害，又不能加血，跑得又慢又没位移，还贼能送又脆。你要会玩还行，会玩的扇子吗，那线上压制力确实可以，可以让人很难受。跑得真快啊，关键也不会玩儿，不会玩儿的英雄不给霍霍了吗？那妈扇子妈就打线上的英雄，就线上压制力可以。这积木连个血瓶都不出，
闪一头。항상최고를추구해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吃他两层塔皮，我们走。这没办法，套点盐了，不过给了个点盐。这样出我们刚刚好，所有钱全能花掉。모든상황에대비해这积木是不闪现还有呢，是不闪都没交呢，他有闪现吧。我其实真没想到他能往下走，不过他闪了也行吧。我寻思卡他个闪现位置，没卡住，没事，相当于是也是杀了，这兵就别吃了。把他这雷给他踩了，卡个眼儿的。这一波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적을처치했습니다直接给他打出来。控制应该是能把积木给打出来的吧，是吧？控制技能。不能打了，锤石来了，那辅助十分钟能跑到上路来，回家了。姬飞是不是能把积木给打出来？姬飞
我不知道是我给他打出来的还是他自己出来的。刚才我就会玩猴子，对呀、啊、就会玩猴子，能有什么问题吗？不行就杀锤石，对，我马上到 ，nice， 这个加血，这中单可以。黄子那边呢？卢仙玩的还可以。这波我就不去了啊。哇靠，这没双杀，哎好烦啊，这没双杀，这皇子装备不错呀，这波感觉应该双杀的，没玩好，没玩好，没玩好。对他预判一 Q 了，我寻我 W 躲他一 Q， 他直接预判我往前走，给我挑起来了。这金克斯真能刮呀，给我一顿刮。不行，上不去。小龙。小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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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这一站，我看谁敢进。这草丛里边我看谁敢进。我们时刻注意这卡特位置。哎呀算了，我杀金克斯吧。那金克斯五杠一，那卡特二杠七。杀俺们家球女，杀我们家球女呢，杀锤石，你他姥姥的，让你救人，哪来的金子？看看还有没有雷，回家了。
猴子看腻了猴，我看你发弹幕也腻了，你别发了。回血了，嗯，是不打石头人呢？这积木，后边有卡特。金身四打四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哎，难呐！四打四，一换四，这团给你打的。我闪现怎么不用？不用闪干啥呀？那金克斯不用闪就能杀。再怎么你们四打四咱优势局你也不能打成个一换四吧。你肯定是跑不了。黄子开得好，为啥不能？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你问我屎好吃不？我哪回答你？我也没吃过，好不好吃你自己还能没数呢？我不知道咋回答你，不知道。把黄子宰了，漂亮！转啥呢？还得我们在正面啊，这不在正面，没个打，根本就打不过他们。以前我都感觉这个世界上都是正常人，现在我发现不是，这个世界呀
傻的还是有点多的。没有脑子的人还普遍的比较多。但肯定没有正常人多。确实，这不，你说俺们家军事局，我说你们四打四怎么能打个一换四呢？给我来了一句：“皇子开的好，为啥不能啊？”你说，这是人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吗？我不是说要怼你啊。就咱说话能不能稍微过过脑子？你现在优势局四打四，怎么的他也不能打个一换四？那队友都是傻的，哪里来个积木？这金克斯我是真是给你脸了，我发现我就是给你点脸了。那金克斯这顿往我脸上凑啊，打大龙其实是可以的，来吧，直接大龙。你有个六百五射程，你找不着北了是吗？给我一顿点，往哪走？别打死，打死一个。大招差一点点时间，这个就不应该了啊！这我们是属于是有点上头了。我这看见这卡特，想杀一下子。蟹手出完来个黑切，走吧。那球女儿把下路推了，差一点卡特能杀，三一走了，一黄子身上了，小龙来一条吧。有资源的时候死了就明白。人家开了，我都不管那皇子。不行，开不了。哎，你的位置不好啊。先把皇子杀了，剩个积木。哎，我要五杀，金克斯被单杀了。哎呀，我的喷他 Q 没了。喷他口没了，你去把这个打。你们拆中，我跟这球女拆下。破他两路，
拿条小龙，游戏结束。走吧，他都追过来了。其实我有点害怕那卡特，你要是不怕的话你就算了，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两千黑切回家出黑切，对面的积木零六幺，你大他干啥呀？放大都浪费，杀他放大都浪费。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谁的传送？还有一个白送的，还你也死了。卡特伤害挺高啊，不链住他来。回头 A 我金克斯，我让你 A 我，你没听见呢？你不挺能 A 的吗？来，把你的射程给我打出来！来，把你的射程给我打出来！你他妈赶紧回头 A 我！我让你 A 我，你没听见是不是？你是不是没听见？你不挺能 A 的吗？这个中路打的，给我打，你给我一顿打！你妹！真是给他点面子了。